小朋友，拜拜，拜拜，我要去拍。哎，小黑子，也准叼走了。哇，要搬了，其实这个还是蛮重的。好，那个志工已经来了，应该是确定圣诞以后志工就安排志工过来。哇，今天没有大炮，今天没有人来拍啊，四月初还是太早了。现在可以饲养，但已经慢慢这个鸟已经多了。对，今天早上只看到它出来三四次。早上出来三四次。你看是不是？现在就知道一个在孵而已。对啊，十一点的时候看到两只回到那个洞穴，两只一起进去。这个上面那个黄色的岩石上。哦，我知道，去年有来过。还没开始。听说孵化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是啊。现在还看不出来，我也不知道它孵化了没有，等到它这一个长了羽毛，然后探头才知道。哦，对对。以后希望说看看洞宝处我能够装个监视器啊。哦，那个直播的那种啊，圣经的啊。然后在适当的地点装那个，大家就不用在那边猜啊，到底孵化了没有，生了几个蛋啊，那个几只被孵出来了。海边都起雾了。你家有无？小心，有没有看到鸟？有没有这一只就是上面那一只啊。另外一只刚刚不知道停在看不到，对。另外一只也是吗？因为有没有另外一只不知道停在哪边看不到？上面一只就是这一只啊，另外一只。酋长岩都起雾，然后盖那个，听到游隼的叫声就飞回来了。现在停在这边的山顶上，两只，一只飞走，然后来飞起来了。啊，追不到了，算了，回家。哦，回去了。然后现在还有一只母的停在这个地方。哎，它在这里动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它。它等一下，你仔细看一下，它等一下就动了。OK， 谢谢。这个头在动，有没有？哦，这身体。现在还有一只母的，现在我等这只起来，看能不能拍几张。啊，飞走了。看到了，看到，看到，在抓头，对。